是说，能用我的手机就可以时空旅行吗？你来自过去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时光机这个东西从来都没有存在过。什么是下一站我？你只要能救叶幼宁，未来就会改变。这个女孩是谁？夏恩熙，你都不记得？夏恩熙在哪？上学那会儿还跟你做过同桌呢。不是，真的存在一个人，愿意为了我，一次一次的更改时空。我心里面缺了一块。一次又一次的，相信，重写命运。我好像忘了几个什么很重要的人，但是知道吗？世界这么大，我想认真的当一个人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你有时光机，你要做什么？如果我有时光机，